那你怎么知道买吃卷饼？因为学校投票一次。投票。对啊，这很重。好好。哦，这个。哇，蛮巨大的。哇。哇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香。这个甜糕很特，真的很好用，来自日本的甜糕，来自日本官方甜糕的特点。啊，你如果说你有阿仙菜包子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尝起来比较好。